昨天太感谢铁粉宝宝了，昨天和爸爸比赛又赢了鸡腿吃，今天爸爸不服气，他挑战只用铅笔画画，你来当评委，会给爸爸打几分？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借来爸爸的铅笔也试试，用我的水性马克笔涂色，免费的自来水来晕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，会给我评多少分呢？你有花朵图案可以送给我吗？比心哦。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，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，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我。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，却让我痛到。